接下来来看到的就是在这个黄金右手到底一年可以赚多少钱，带你来看是这位投篮机的世界冠军周玉婷。篮筐快速进球，还几乎球球都进，神准的令人无法置信。他是周玉婷，今年还在念大学三年级，但持续练习七年的投篮神技已经稳坐世界冠军。我一年拿过最多的是大概15万左右，对，然后未来的话想要继续拿到世界冠军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投篮拿奖学金果然不是盖的，三分钟就进了370球，平均一秒就等于进了2球，几乎是零失误，速度更是快得让人眼花缭乱。周玉婷不吝啬分享投篮诀窍，可以食指、中指瞄准篮筐，更容易得分。但想像他一样厉害，得付出的努力可不少。我七年每天不间断的练3个小时，然后一天大概练10场到15场。抱走一座世界冠军，但未来周玉婷还想找搭档来双打，朝职业选手迈进，看各国高手一决高下，凭借投篮要成为台湾之光。整体新闻，市场配夏君成台北报道。